你就将就点吧，大妹子，我这车是九手的，啊，别说安全带，就是四个轱辘都是后配的。哦，这车是用饭盒改的。我说，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？我不用，怕勒脸吧？你呢，应该安一个宝宝椅。大妹子，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，坐稳了啊。车灯没亮，等一会儿。嗯。啊！亮了。声控灯啊！不管咋说，亮了就行呗。坐好了啊，我开始飙车了啊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。停。咋的了？我这咔咔擂胸，你是咣咣撞脸呢。